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是说 A 是实数了，对于所有的 x 的话，这个不等式恒成立。那么问 A 的范围，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分母它是恒大于零，因为它判别是小于，所以恒大于零，我就直接把它乘过去，也就是这个不等式可以写成多少 ？x 平方加 x 加三啊，那小于多少呢？两倍的 s 平方加 x 加二。好，那这个不等式又可以写成多少呢？写成因为这个恒大于嘛，写成s 平方加 x 加三，小于多少呢？二 s 平方加 x 加二，啊大于多少呢？负的。二 s 平方加 s 加二，好，啊，对于所有的 x 的话，这个不等式恒成立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弄？就是说，这个不等式恒成立，然后我可以求出 a 的一个范围，这个不等式恒成立，我也可以求出 a 的一个范围，然后你要取交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不等式就可以写成，把它分成两段，第一段的话就是这个了，那这个的话就把它移过去，移过去的话就是多少呢？三 x 平方，然后加多少呢 ？a 加二 x， 然后的话移过去，负七哎负四移过去变正四，四加三是七啊，这个恒大于，然后另外这个。这个不等式的话，把它移过去，这个是 s 平方了然后的话呢，加多少？加二减 a x， 再加多少？四减三十一啊，这恒大于。好，那这个恒大于的话判别式就要小于，就判别式a 加2的平方减 4ac 4乘以3721啊，这要小于啊，这个判别式也要小于 a 减2的平方减掉4，这要小于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得到这个是 a 加2的平方，这个小多少呢？二的平方乘以21啊，那这 a 减二的平方小二的平方。好，两边给它开根号，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是 a 加二小于多少呢？二根号21，大于负二根号21。第二个给它开根号。a 减二小于二，大于呢负二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就可以知道 a 的范围。a 它是小于多少呢？负二，加二根号21，大于，负二减二根号21。然后这个 a 它是小于四，大于。好，取交集。取交集的话，这个最小，就是负二减二根号二，21啊。另外这个是负二加二根号21，这个的话，这个零大概在这里，这四的话，四比它小，这个的话呢，这是四点多嘛，这个就超过，这个就是超过八点多了。八点多减掉二的话，还六点多，这比这个大，所以呢四大概在这里。好，这两个取交集啊，取交集就得到了这个结果，所以答案是零小于 a 小于四，这个就是答案。